Seven 的 Benben 去年展开了首次世界巡回演出，也将在8月8日发行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。不过日前他突然透过 IG 发出黑底白字的现实动态，写道：“我只想睡觉，不想醒来，这样我就可以休息了。”意味深长的发文立刻引发粉丝们担忧，纷纷到他的贴文底下留言安慰他。比起回归日，陈健康更重要，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我们一直都在支持你。虽然该则现实动态很快就被删除了，但还是被粉丝们截图后疯传。Benben 的所属经纪公司回应媒体询问时，仅表示正在确认中。随后Benben再次发文对此事做出了回应，他坦言从去年到现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，再加上自己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，所以有时候会变得情绪化。他承诺今年会尽量让自己休息，也强调自己没事，让大家担心了，真的很抱歉。